络新闻，由山大华协主办，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庆典于4月23日星期六晚上7时整在 UNIMAS Data Putra 隆重开幕。这一期的主题为月宴。月宴所表达的主要信息是让各种族了解华裔传统，把华裔传统发扬光大。当晚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，包括歌唱表演、24节令鼓、舞狮、传统舞蹈、华族舞蹈、扯铃及华乐演奏。除了传统式的表演，现代潮流音乐如 Beatbox 及 Modern Dance 也被纳入其中。月宴也邀请了 UNIMAS 管弦乐团前来助阵，当晚的偶像表演嘉宾东余哲也到场演唱。陪都歌舞迎佳节，遥祝延安锦物华，现场澎湃的愉悦气氛为此庆典增添了不少色彩。让我们把镜头交给户外主播郑黄雪玲，感受当晚的欢愉气氛。大家好，我是您的户外主播郑黄雪玲。现在我正处于 UNIMAS Data Putra 参与沙大华协所主办的2016年新春晚会月宴，就在待会儿的7时正式掀开序幕。表演内容包括精彩舞狮、震撼人心的24节令鼓、动人心弦的管弦乐，以及特别嘉宾东余哲的演出。除此以外，还会有各项精彩文艺表演。Performance is very good. I was told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a mixtur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, and I think that is very good because we want to promote the One Malaysia concept and even one UNIMAS, like what was mentioned by the MC just now. And I think a mixture of performances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what One UNIMAS is all about.这次的月宴其实我们就是办多我们的方向是做多元化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我们活动。我们的晚宴也是用双语，就是英语跟华语，然后也是会有其他种族表演，然后就是希望吸引他们过来，然后告诉他们华人的文化是怎样，华人传统表演是怎样这样子。一个简单的华人介绍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这个 event 是一年一度的，所以也很开心可以看到这样的华人在这里聚集在一个地方。然后even though 新年已经过了 ，but 还是很开心，因为看到这么多华人他们这样努力的筹办一个节目也不是很容易，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应该要全部 UNIMAS 的学生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李嘉文。